谢。舒服一首歌哦，适合吃饭用餐的时候。没有说雷美加在一起就是轻松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轻松过后呢，是轻松过后呢，让我们来放松一下。好，轻松还要放。来抒情一个歌曲的一个首好了哈。哎，什么歌呢？这首歌叫做，应该说是去年的一直被传唱，而且今年《光年之外》。哎呦。我们希望我们这两家公司，然后这个从今天这个春酒晚宴开始，就知道光速的速度，以光速前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其他的同业呢都被甩在光年之外。哎呀，哎呀，太厉害！好，感觉有这样的法力了哈。没错，法力啊，加持一下，加持一下哈。好，那我来介绍这首歌送给大家，《光年之外》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可以的，阿莲姐。